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卡。前两天出去干活去了，今天回来了。这一阵呢，我们家又买了。先跟大家开箱呢，介绍一个呢，前两天搁 Costco 买的一个显示器，还有一个钢琴。Costco 是这样，那两天呢有特别的优惠，超过1000块钱，你这盒子这个单品得超过100。完之后是8折，这个钢琴我们还选择了一下，有一个500多的，一个900多的，最后啊还看了一下评论，还是这个900多的更好一点吧。这个显示器是243，这钢琴呢是950，这样加起来呢是超过1000嘛，完之后再打8折，打了8折之后是900多，加上税正好1000出头，还算是比较合适吧。先开箱一下这个明基的显示器，这显示器呢是27寸的。其实明基的显示器是一贯是就是做平面制图是比较好的嘛，包括照片处理吧，它的显示品质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下面开始开箱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太新的东西，但是呢就是给大家看着玩吧。我站起来了，说明书、线、电源线，那我咋整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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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没有架呢？先放这儿，架应该搁这面呢。直接装上吧。看说明书，这样的，这个是这样的插的，和冰，这就拧紧了。完之后呢，这怎么还有卡夹？不知道了。这螺钉拧紧了，完这个，看这个了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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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应该是这么插进去的，但是哎呀，这都是 IC。完事儿一个，一会儿看效果吧。好了好了，我给搬屋去了。我觉得你妈像干啥似的哈。嗯，起来，行不行？这个就淘汰了，看起来还可以哈。不错不错，当然了。开箱钢琴，电子的，电子钢琴，对，这咋开的？
座，它有一个座啊。嗯，应该是。41公斤。对呀、啊，这是你大旗。我还得给它放倒啊。嗯，放哪边倒？拿不出来哈，太沉。不行，这啥玩意儿？别整坏了。这啥呀？哎呦呦！将数位钢琴本体放在地面上面，请垫上软布毯子。屋里的屋里，就那个电脑旁的地板上。哎呀妈，小心！哎，小心后面，你后，小心小心小心。这也不知道能不能学会。你还没学呢，咋就这么能学会呢？老底胆子。还有好几层呢。有架吗？有，架在哪儿呢？架子，外面还有一个盒啊。对。当当当当！这爷俩在安装钢琴架。行，这样行，差不多就行，我服的。我这头没有完全顶，就是顶什么？反正它就是顶，但是也没有完全顶。你就每天一个小时，咔咔咔咔咔咔咔练手指头。看咱俩谁先学会啊？我不想学这个呀。挺好玩，真好听。现在从那头拧紧一下，稍微拧紧，咱把琴坐上就完事了。嗯、真的是辛苦你了。往上，往这边放。放。对。看看底下。看看底下。小卡有劲儿，我都抬不了的胳膊。哎，正好这地方，现在这厅里装的满满的了。没事了，我开了，但是别的不会啊。你弹一下。哎呀，哎呦我天，哎呦我天哪，哎呦我天，真不错。哎呦妈呀，老卡整挺好，老卡晒黑了这几天。不错，老黑了。嗯。谁呢？